沈蓓峰再次拿到了地区的虚点。啊，这个就可惜了，这是本场比赛当中发生的第一次发球失误。这可能就是年轻选手在这种关键分上可能心里有点紧张了啊，出手不太果断。摆个团。这个球呢是典型的，就是回球失误。回球出界。14-12。那么，翻译大伤的周宇。是以2分6-2重发。连续两个反手，他是连续打反手。现在来到了第二局的局点了。对，第二局局点。哎呀，这发球抢攻击。哎，这个球他是失误还是这个想发一个出其不意的这个发球啊？是不是磕到这个台的这个侧面啊？是失误了。7-10，还是到局点。郑培峰有机会拿下这一局的。有机会。连续两板的直拍反打，11-7。那么现在扳回一局。找机会上手，都打中了啊！11-8，那么周宇是以11-8赢了第4局。那么最终。